千人啊，特别带来第二首歌曲，也是脍炙人口的歌曲。嘿，好，这嘛是哦，大朋友小朋友咯，朗朗上口的好歌啦。对，心花开吼，要来送到咱现场每一位好朋友，头先讲到哦，来参加到今仔日吼，咱的这首咱的幸会，咱的好朋友都可以呢，心花朵朵开，财源就会滚滚而来啦哦。哦，当然吼，这嘛这时间看到咱就这好朋友，看到咱我们前面这个呢，算是我们刚刚说过是这个武术嘛哦，对对对，算是这个应该是讲哦比较防身的这一种啦，自我保护啊嘞。对，看到咱那边哦，也是很精彩的表演。我嘛，你咧唱歌嘛咧看，而且足精彩。我嘛就想在拍拖来，知道不？对啊，对啊。然后呢，点到会场吼，其实够咱吼非常非常精彩，我们的这个电影的部分啦哦。所以今仔日来跟咱吼高文娇哦，咱的这边是来看老雷科比，真的是很有福气哦。看到你要看，看你要看什么精彩这节目啊？看咱舞台顶的可能做咩啊？好。还是刚好看到咱现场吼，我们这个旁边这边有很精彩的电影吼，拢是买好咱现场吼，好朋友呢，在我们今天这个愉快的晚间时刻，对，看到咱上盖精彩的这节目，与拢是咱所有咱车主当属定的这个用心呐吼，在我们今天礼拜三的这个时刻上，好好的来做个放松，好好的来做个欣赏哦。当然，今天呢，后边的时间要继续听到咱小贤哦带来后一首搁较好听、搁较热情的好歌。好，就像白多情的玫瑰。来，再来继续观看《多情的玫瑰》啦！哦，这个是歌手们在摇身，咱们舞台顶那里水果流哦，来变换一下哦，比较轻松的一点的服装啦哦，好，咱现场好朋友呢，可以看一下我们舞台上最精彩的时光。在哪里？是已经染着一个暗绿的玫瑰，总是暗绿代替上作弊。也窗外风风不停，想我无志气，因为爱阮分开，可有约我出着啊家己？你敢会也认为就在无缘的下去？不过，你终于出来了。我唱着哦，你有唱错了，很紧张我怕唱错呢。来，继续，多情的玫瑰。